我是王宏威，大家认识我吗？我想很多人认识我，都是因为我在台北地方法院跟那个周玉蔻大吵十分钟，对不对？大家觉得我骂周玉蔻骂得爽不爽？周玉蔻该不该骂？各位好朋友，因为周玉蔻欺负非常弱势也没有资源的张淑娟小姐，所以今天大家认为我应该骂周玉蔻，是因为我必须要勇敢有勇气，对不对？各位好朋友，柯志恩，柯志恩同样是女性，她也有勇敢的心，有一个正义的勇气，会为我们发声，为我们对抗邪恶的力量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各位好朋友，韩国瑜市长，韩国瑜哈，他曾经说，如果柯志恩在高雄当选，这叫做创造奇迹。大家相不相信有奇迹出现？相信有奇迹出现的，请你举起你的旗子，我们再帮柯志恩来加油，好吗？谢谢大家。我要跟大家报告，奇迹马上就会出现。为什么？本来陈其迈他是躺着在选哈，他觉得反正柯志恩威胁不了他，但是现在的陈其迈穿了一弹，因为已经嘛用二峰拉萨伯在对付柯志恩，大家知不知道？最近陈其迈的阵营用立法院民进党的立委来造谣，说柯志恩在淡江大学的时候禁止媒体进入校园，结果马上就被淡江打脸，马上就被柯志恩打脸，陈其迈他们就是在骗人，就是在造谣，对不对？因为陈其迈怕了。我跟大家报告，陈其迈欺骗社会了。假意思，没有错，骗人，假意思。王宏威踢爆陈其迈，他用国家的钱，用国家的资源去念公费的医学院，结果陈其迈没有一天去尽他的义务，没有一天到偏乡服务。陈其迈念医学院只是为了要赚钱，对不对？他的证书到现在还扣在教育部哦，他说好，我是抹黑他，结果我说陈其迈拿出你的医生证书给我看一下，是不是在教育部？所以陈其迈从来没有真正的职业，他还好意思说他是医师市长，他根本就是假医生，对不对？所以跟大家报告，我们社会的正义，我们人民的安全，要靠我们自己争取。最近大家应该知道一个新闻，柬埔寨，有不？柬埔寨在哪里？柬埔寨在哪里？东南半岛。在东南亚吗？东南半岛。在东南亚吗？在台湾。柬埔寨在台湾。最近警方刚刚破获，在桃园的青埔
一个小小的公寓里面，几十个人被关在里面，被骗在里面，有三个人受不了，有人跳楼，有人在那边被毒死，然后弃尸荒野，整个的尸体哈，连头都找不到。这就是在台湾呢，我们很多的有单亲的爸爸，或者因为他非常辛苦，因为他被诈骗集团，在台湾竟然可以发生像柬埔寨一样的事件。但是我跟大家报告，我们的总统，大家有没有看我们总统的脸书啊？好，大家可能不想看，也不必看了。可是我跟大家报告，我们台湾发生这样骇人听闻的这样诈欺集团的杀人事件，我们总统脸书连续48个小时，好，到现在我讲已经超过48个小时，没有这件事情，没有，通通没有，只有民进党在选举了。这就是我们总统现在只关心民进党在选举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所以今天我们伟大的人民，我们伟大的人民一定要站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站出来，告诉我们的政府，告诉民进党，我们生气了，我们会生气。今天在高雄，在高雄的大街上连续开15枪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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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5枪，嫌犯逃跑了。请问一下，如果今天我们人民的生命、财产跟安全都没有办法得到最低的保障的话，我们要政府干什么？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在这边，我要拜托我们所有高雄的乡亲，柯志恩，柯志恩他是教育心理的博士，他是一个女性，他有温暖的心。我们今天所谓的暖男市长是一个欺骗社会的假医师，今天所谓的暖男市长，他执政下来的高雄市，今天社会安全网破掉了，今天高雄治安重大刑案、重大枪击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发生。我记得不到3个月前，柯志恩他质疑在高一发生的枪击案，医院是救人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。结果在那边杀手直接进去，砰砰，高雄发生重大的杀手在医院里面直接杀人，柯志恩质疑高雄的治安，陈其迈怎么说？陈其迈说我们很快的破案啊，我们很厉害，很快的破案啊。结果在高雄就很快很快的再发生一个重大的枪击案。所以各位好朋友，各位好朋友，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支持柯志恩？是因为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社会，翻转高雄。高雄人有欠民进党吗？高雄人有欠民进党吗？高雄人有欠民进党吗？没有。如果陈其迈做不好，换人做看看好不好？我们换柯志恩来做好不好？我们支持柯志恩好不好？要拜托大家，我今天从台北来，但是呢，我真的非常的高兴，我也希望柯志恩能够翻转高雄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们来自松山信义区登记第14号王宏威，你来到那个什么小港，蓝侯仪带着我们满满的祝福，等你台北。
伊的松山信义区继续拼，安尼好无？哎，王宏威，王宏威，王宏威，宏威宏威宏威，好，谢谢。也祝福议员11月26号继续为民谋福，谢谢。台黄鲍鱼干贝 XO 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，还有富含胶原蛋白，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，肉质鲜嫩， 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，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，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哦。